东芝的出售案到底要花落谁家？鸿海呢一直传出局，但是没有正式的出局。美日韩同盟呢是一直觉得可以拿到，但是拿不到。那威腾呢是一直要告，但是告不成。现在好像是一团大混战。苹果的邀请函跟过去的这个苹果的手机最大不一样的一个变革 ，3D 脸部辨识功能。新的 i8 你在支付的工具里头其实会更方便。它是从一个，它是个奇名字，它目前全世界有400亿。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